现在进一些市场嘛，我们玩的东西比较多嘛，所以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已经半年没有赢过 Snake 了，但是这次我觉得他们队的开援就只有 Sovereign 一个，我们针对他就行了。面对 EDG， 我的确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也会拼尽全力证明自己的实力。给我们大哥哥。实际上，在 Kilo One 也看成机身，自己一死，也 Kilo One 也要死，两名战将瞬间倒地。Sovereign 的操作太优秀了。打 Snake 的话，我觉得想要去针对 Sovereign 做文章的话会很难，所以说我会帮队友取得优势，然后赢得比赛的胜利。十二的跟姑姑肯定是高的更强一点，只要有我在，我会让你们的阵容变得不堪一击。上赛季我们在主场战胜了 EDG， 这个赛季我们依然会展示什么叫做本地蛇不怕 EDG。 我觉得我们新加入的辅助最近跟我们磨合的也挺好的，他现在是扫文姆的专属保姆，就只要去中路他就跟着扫文姆，所以他跟扫文姆配合的挺好。我觉得克里斯的加入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因为他可以跟朱开商量很多奇怪的战术，然后我们就来执行嘛，所以就感觉他跟朱开就是开关组合，相辅相成。啊，这是开关组合，盛江哥一直以来这个骚话也是非常拿手的一位选手。是开关组合，其实就是说，毕竟叫做蛇队，蛇队如果不玩蛇，那怎么能称作一个蛇队？在这个版本最适合玩蛇的一个版本 ，Snake 确实是在 LPL 来说独树一帜的一种打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 EDG 也是对蛇队有备而来，因为我们目前没有看过 EDG 玩这种打野拿carry 型英雄的一个套路，厂长在这个赛季都是拿常规的一个打野，完全猜错，兄弟直接打脸，稻草人打野中单艾希，所以这一把厂长被辅助了，哎，然后他们又换，所以还是布隆，哎，所以是 Scott 玩卡莎，对，这个我觉得完全是牺牲了自己啊。真的是厂长这场比赛牺牲了自己，原来还没有猜错，刚刚我一下看懵了。不是，我觉得观众是很期待 Klove 拿出卡莎的。但是我们也是要回过头来说，厂长在传统 EDG 的一个定位里面还是偏指挥，以及整个打先手的这种任务来说，所以厂长这把还是把 carry 的一个英雄交到了多多手上。刚这个人员的辩证就告诉解说。你完全不要去猜我的英雄到底要走哪一路，是太惨，这两个英雄都是在六级之后对线上有很大威胁的英雄，是，但前期的中野组合还是比较强势啊，直接挂虚弱闪现，挂被动卡萨直接过来点出伤害，但是的话这方反应非常迅速，一个打主规避了太多的伤害，反而只有一个定住了思考了一个点燃，能否烫死烫不死，但是最后的话还是死掉了。这个是什么伤害把他带走了呢？来看一下这边赶到的瑞能不能劈一个，是灌篮先灌一个凯旋，还会扔一口血，这个 Q 闪有点失误，但是大招灌下去以后流血的伤害是让泰坦也死了，瑞从上路赶到以后把中路原本零换二的一个局面打回了一个二换二。 Snake 不好处理的是因为他的这个剑魔没有 TP。 好，看到这边的话一个 Q 技能勾是勾到的边缘，哦 ，Scarlet 这波利用猎手本能躲掉了一个比翼双刃 ，Mako 跳进来，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曲阳风暴 ，Mako 开出了一个金身，但是从旁边吸血鬼也是进场，刀妹 Q 起来了，带走一个 Double Kill，iBoy 过来的一个位置，来不及跟对方做一个支援，这一波完全就是双方的考虑一个下路的支援速度了。DG 的刚刚的 ADC 艾希是没有大招，本身这个 Q 技能是有一点失误，没有勾到人，而且被对方白白逮到，但反手一个大招，大住了卡莎。而且这一波因为泰坦有一个秒表，所以也没有率先倒下，而蝴蝶的大招也是让 Sovereign 在这一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肉的一个刀妹，就是要把自己的下路解放出来，因为现在其他边路的确是非常需要支援。比翼双刃 Q 到一到了一个厂长，厂长已经被先锋之刃给留住了，而且后方 Scarlet 又吃到了一个泰坦的一个大招，哇，正面的 Klove 已经死了，但是这边瑞从后方传送过来，但是后面盛江哥也跟住，蝴蝶一闪直接定住了，配合盛江哥四个人一套伤害，哇 ，Mako 跳进来，这个群亚魔宝不敢再往前走了，他挡不住伤害，而且 Scarlet 有点危险，被盛江哥一技能减速到以后，最后是用大招的被动打大招的那个加自己的攻击距离直接
一刀带走。哇，那这样的话 ，EDG 屠戮起来的中路受到 Snake 的一个突破，原本是拿下了一个一血塔，但是现在中路的外塔被 Snake 拿到了，半左右的一个血量，这时候已经是走过来了，这波团是必定要打起来。但惩戒是在 Scroll 剩下时刻被泰坦跟大招直接配合队友秒掉了，而且证明的话可以先给绕后，逼走了对方的下路组合，只剩下一个原地精神等死的上路的瑞。哇，这波又是一个牢牢的一个控制链，让多多的一个闪现根本没有交出来。Snake 这波的指挥也非常的到位，即使大龙的血量有点诱人，但他们知道 EDG 的一个站位是不好的，选择直接抓掉对方的一个中野。对，而瑞也是退不出来的情况下击杀三人，而且刚刚有一个画面就挺搞笑的，我觉得厂长他率先走在前方，然后他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带惩戒，然后等他后退的时候可以看到 Scott 想往前走，厂长这边过去塞眼，但是撤退的过程中他连续的吃到了包含泰坦的一个大招跟圣的一个一技能的一个嘲讽。就现在我觉得这场比赛已经可以看到泰坦他的一个大招对 Scott 的威胁，就我大到你，然后刀妹只要跟上一个脚戒或者一技能，你就已经是一个必死的局面。是，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一路高地，蝴蝶上来开一个剑阵给自己的勾住了稻草人，一闪直接一套伤害瞬间带走，再一个大招逼出了 Scott 的一个金身。这个金身的位置有点太危险了，一个 R 技能只能选择敌方的一个英雄作为目标，位移了大概300码的一个位置被女刀锋直接给拿下。 Snake 是势如破竹，轻松的在30分钟前拿下了这场比赛以及第一条的男爵，拿下比赛，我们恭喜 Snake。我感觉这场比赛只能用一句话轻描的淡写的去描述，就是不要跟蛇队玩蛇。对，就玩地蛇不怕异地鸡，后面会再组出一个双人组合出来，是整个经济曲线是比较平滑的往上升哦。这场比赛我认为的点在于说，很客观的说，中野前期的一个判断，我觉得 EDG 不够熟悉这个套路，他到底能打出多少的伤害。因为卡莎和布隆这两个英雄在前中期你放到下路去和对方传统下路对线，你有可能还有一战之力，但在中路的话对方又是一个刀妹加泰坦这两个英雄，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忽略了泰坦这个英雄在三级以上的时候的那一套爆发。就感觉厂长这一局他明显的他的判断能力不如他玩其他打野英雄，没办法，大哥嘛，对不对，大姐。但我其实觉得双方的一个圣还有一个辅助的泰坦打得都很不错。是，这把我其实刚刚在想说，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场次里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对局里面，辅助往往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当然烧粉的一个刀女刀锋的一个操作，我觉得也是相当的一个亮眼。他第一波的时候在面对对方的一个中野强行闪现过来打被动的情况下，他的一个 W 是规避了非常多的一个伤害。是，这确实这个女刀锋掏出来让所有人都被震惊了啊，都吓掉了眼镜。来看一下这一波 ，Mesut 一开始 Q 技能其实空了，让 EDG 想反打。这一波其实已经看到 Scott 是很漂亮，配合乌鸦的一个进场，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圣的一个嘲讽跟这个秒表，让两个辅助没有先倒下，在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吸血月赶到战场。是，这个话是另外一波中路的团战，率先 Q 小兵刷新被动，在一技能打出被动的二段，在大招直接定住。而且这一波其实 Scott 的一个闪现严格上来说有些失误，他闪现的一个位置反而把这个泰坦自己暴露在对方的，他躲到了布隆后面是正常的，因为布隆会举盾，但泰坦的这个大招反而隔山打牛了，让厂长又被击飞。然后厂长刚刚其实是有闪现，他连闪现都没有机会交，然后厂长也阵亡到那个位置了。